当时呢，俺20多个卖车的，就我这个车拿下来了，其他的都被骗了，都被骗了，都被骗了。为啥呀？今天来山东，看一看。你这车多厚？你这东西出过险呀？这点出过这个啊？就这个。我来时候查了，出了有几千块钱。啊，我给你发照片了，叫我急烂了，急烂了。我反正有保险，我保养我吧。这个门也补了，应该是有点小挂漆，自己弄点小漆补的吧。不是大品的，这个是品种品，其他的可能有小补漆。就是我自己从网上买的那个北漆啊，我看哪个刮了我就刷点花。来看一下这个名牌，2017年2月出厂，2.0的排量，凯迪拉克技术型低配版本。这喷漆喷到这点，当时中午刮了家伙，他给我喷到中了。啊，我当时气坏了，我说的那按理说他喷到这都中了。他喷中也行啊，他给我喷到去吧，我脑子喷到这都中。当时呢，我都骂他了，真的。这个叶子板也补了，这个叶子板，2.8吧。两吧。来看一下这个公里数。发动机，你这老师了，听着咋样？你当时上了公司户是吧？一开始俺的公司户啊，就俺了40多天，他妈都跑过货去了。当时呢，俺20多个卖车的，就我这个车拿下来了。其他的都被骗了，都被骗了，都被骗了。为啥呀？当时咋回事吧？嗯，你们我认识他，俺20多个都认识他。他在那个开了个店，就是卖车，俺把钱都交给他了。他是通过你会玩，你从4S店拿车不会花钱啊？对，把钱都交给你了，你跑了。我操！那当时2018年应该是国五转国六那一批吧？哎，是不是？应该买的是10几、14、15。我这个买的时候正贵，你多少钱裸车？裸车28.5万。哦，那应该是2019年吧，反正有一批它是国际国五转国六那时候。当时裸车23.5万，买了之后一年，我那掉了19万。喷漆有点浓的，三块补漆。单数补漆较多啊？啊，那可比较多啊，提前了六年的车了。嗯，这个叶子板回去得重新喷，这点像这都得，这叶子板喷了不好，这是不是最早的时候卖车都喷了这点？这时间长了吧？这个咋回事吧？有小刮蹭。嗯，因为这个也没说是把那个怨气抹了，是叫他直接的。我说你能给我剥了怨气都剥了怨气呢？那我给弄了。那这回装，你看这发乌了这漆。就洗洗啊！啊，发乌你搓搓。你搓搓。哎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。赖肉说了怨气。我你来时候说这是9000杆，保险到啥时候？我是6月24号的，403嘛，中了。对，大姐，对，你看看行不？啊，403是吧？你别给错了，403。我是你的忠实的粉丝，你知道吧？我说一下，我这是啥嘞？啊，如果说明天他那来了，能挂这个数，最少挂这个数。406是吧？对，那你非得要来，眼面都说要来。我觉得，因为我今天要正好搁商丘了，商丘离这还近一点。商丘离得近。啊，我搁商丘，我搁商丘买车了。然后我说来，正好顺路来这吧。这就是吧，我跟你说，你省了2000块钱，真省2000块钱。中吧，就这吧。你这个开头不过户对我没影响呗？你不让我过，你让我不过，我还得过呀。我买个车过不成户，我买到农站了。然后合同完了之后，就是我都开到郑州，我都不动它了，我都扔店里头卖了。我就把你不过户这个期间，这你放银行了。